建言，今天要拍的广告里有几个手部特写，可是昨天我的手不小心给划伤了，上镜不方便。我看林助理的手很美啊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借他给我拍几个镜头啊？怎么会想到为林呢？他没有演过戏，一点经验都没有。手部特写不需要经验的 ，Supervision 召集推广，你就让他试试吧，拍几个镜头就行，副导演会告诉他怎么做的。 Supervision 的广告词哪里拍的？在公司旁边的公园里。哎，老板，林威廉，手上的这块干冰露在手的了吧？你们俩，手上的这块干冰露在手的了吧？在公司旁边的公园里。林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喂，吴局长。千羽，怎么回事？这怎么了？这是？你们谁给我解释一下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搞成这样？告诉策划部，出双倍的违约金，取消剧院的数字家庭计划。